OK， 来，同学，我们继续看类题的48题，通分。好，如果我要把它通分的时候 ,91,15,143, 如果你真的要变成最小公倍数去旁边算，说真的数字应该也还蛮大的齁。可是我有给你一个提示的，我说它其实等于2×7×11×13分之甲，我要求甲数是多少。所以这个题型你怎么做呢？我先帮你把它做分解一下。91它叫做7×13 OK 分之2，加上154它叫做11×14分之3，好，都没有办法约分齁。143叫做11×13分之4，然后呢等于，来，我要通分成什么，分母的部分一定要变成2×7×11×13。那不够的怎么办？7×13想要变成2×7×11×13，那就上下同乘不够的啊，齁，同乘22，对不对？这里上下同乘22，也就是一个2和一个11嘛，所以第一个分子会变成44，加来11×14，哎，11×14的那个14不就是2×7吗？所以上下同乘13就够了。好，它已经有2×7×11了，所以上下同乘13会叫做39。再来11×13，上下都同乘2和7，2×7×14，这里也再乘上个14，就会变成了56，就这样子通分而已。所以答案等于楼下依旧是2×7×11×13。好，2×7×11×13。那楼上你就把它加一加，加完是139。OK, 求甲数而已，所以答案是139。结束。